幸德陪立委候选人钟嘉宾屏东车扫，沿路许多民众欢迎，经过这个转角大家拉布条，人群中有个戴白帽的阿嬷也跟着举起欢迎，她可是个超级赖粉。知道赖清德要来扫街，阿嬷整晚睡不着，只为了匆匆一瞥看本人。儿子说，今年93岁的黄座阿嬷真的是赖清德的超级粉丝。非常爱看，大刚在咧看了天天，连因家传播伊都知。阿嬷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开 YT 频道，只要看到赖清德影片就会笑开怀。除了看电视，其他的时间阿嬷就会坐在家门口，拿着旗子跟文宣品，等着赖清德车队何时会通过，街坊邻居都知道。一直看看看，要看罗清德。罗清德，中山，来家就是给我多看几眼。超资深的赖粉阿嬷希望赖清德当选后可以抽空来找他玩，能看看本人，就是93岁的赖粉阿嬷现在最大的愿望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古富先、屏东报道。